然后吹工地这个脚趾眼是不是疼得快哈？因为单儿不好走，是不是？后来基本上就没有单儿了，你知道是吗？就在那哪儿了？就坝这边吧。啊、哦，那一块儿，还、哎、有最近那个地方那个活儿多，那地方哈。一直就干这活儿，这活儿干上一年了。那块儿啊？对。那应该都是政府的活儿，是不是？院林接的。哦。这就是济南城街那块儿。这是城堡。那儿活儿应该好办。哦。是不是？你要求一天干多少量？嗯。得给你干出来。那个。干不出来还不行。那天儿不好怎么弄？天儿不好可以的，天儿不好可以干别的活儿。嗯。那个地方都是宽敞哈。就是宽敞。两个刀真快，我操！这好比昨天的香饽饽的节，我操！是吧？对。有家伙去了，这边界就是干活的，干活几个兄弟，也是，就是老外地的。对呀，如果你们走了以后，他们感觉就，对，就感觉我操，不管了哈。是。你现在是不敢自己剪是不是？嗯，剪过一次。后面这地方总是疼。这块是吧？嗯，有点疼，但是不是很明显。但也不是那么特别的严重。
过了一个月半个月。